我错了，我的委托人有着尖锐的心。景铁真是太输了。 冬雪的哀嚎让我汗毛直竖。 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 太阳升起，前来报道。
前来报道。进宫。我的委托人有着奇瑞安的气场。进宫。前来报道。进宫。进宫。都是我们做菜，他是无辜的，从来没吃过菜。没有时间了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今天真是血腥。我还撑得住。进宫，我还撑得住。